民间故事《合欢叶》。明朝末年，苏州府有父女俩，女儿叫林燕娘，父亲称作林父。他们经营着二亩花田，以卖花为生。林燕娘生的美艳，又是卖花姑娘，当地人都称她为花仙子。每次她在街上卖花，很多人都会围上来，有买花的，也有看人的，还有一边买花一边看人的。大家都说人比花还要美。林燕娘二八年华。 也到了适婚年纪，这样美艳的小娘子当然会吸引很多男子的目光，也有很多人上门提亲，但林父都一一回绝了。就在十几年前，苏州发生水灾，林七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离世，林父就带女儿林艳娘逃到了中原商县，父女二人衣衫破烂，蓬头垢面，流浪在商县街头讨饭。屋漏偏逢连阴雨，父女二人连肚子都填不饱。 年幼的林艳娘又生病了，她浑身滚烫，已经烧得不省人事。林父跪在街头，恳求好心人给些银钱救救他的女儿。围观的人很多，但给钱的人却没有。他正在绝望之时，一个年轻妇人挤到林父面前。那妇人皮肤黝黑粗糙，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，一看就是个下苦力之人。妇人从兜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，手帕里包着东西。 妇人说道：“拿着，赶紧给孩子看病去。医馆就在西边，我带你去。”林父给妇人磕头，说道：“好人呀，孩子诊病要紧，赶紧起来，我带你过去。”妇人走得很快，林父就一路小跑的跟在妇人后面，来到了医馆。郎中给林燕娘把了脉，说是感染了风寒，并抓了几副药，说道：“孩子需要静养，不要见风。”林父心中悲痛。 他们父女两个安身之处都没有，怎么静养也不可能不见风。他想着想着就流下的眼泪。那妇人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我听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，你要是没地方去，就先去我家吧。孩子的病好了再说。”林父没有办法，只能跟着那妇人回家去了。妇人赶紧熬药给林燕娘喝，喝完药的林燕娘才安静的睡去。这时林父才开始注意妇人的家。 这个家就几间破草房，可以说是家徒四壁。通过聊天得知，这妇人也是个苦命之人。妇人名叫白莲花，丈夫安鹏，夫妇都是当地的农夫。他们还有一个几岁的儿子叫安家良。一家三口日子虽苦，但也很温馨。可就在一年前，丈夫安鹏出去帮人运货，货船翻入江中，其他人被打捞上来已经死了，而安鹏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 丈夫不在了，白氏就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。她在自己地里种了菜，每日去集市上卖菜，挣些钱度日。二人正说着话，就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扛着锄头回来了。这就是白氏的儿子安家良。这孩子勤劳懂事，母亲去街上卖菜，他就在菜地里除草。林父和林燕娘在白氏家里住了几日，林燕娘的病就好了。 林父对白氏母子的帮助非常感激，就写下了婚书，把女儿林燕娘许配给了安家良。林燕娘早已经定下了亲事，林老汉就等着安家上门商量婚事了。当然不会把女儿再许配给其他人。林燕娘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，不管安家是贫穷还是富有，她都愿意信守承诺，嫁给安家良。可父女二人左等右等也没有等到对方的消息，林父就写了一封信。 并叫信人带到中原商县交给白氏母子，可送出去的信却如石沉大海，没有音讯。林老汉做事雷厉风行，他担心白氏母子是不是出事了，就准备只身前往去看一看。林燕娘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去，也要跟着去。林老汉说道：“你留在家里照看花草，我一个人没事的。弄清情况之后，我会立刻回来的。”林燕娘就把家里的银子给父亲带上。 又做了十来个白面饼子，放在包袱里，让父亲在路上吃。林父出门之后，林燕娘每日上午去街上卖花，下午在田里收拾花草，每日都很忙碌，但也很充实。她盼望着父亲早日归来。这日上午，林燕娘又去集市上卖花，不一会儿，她的摊位前就围满了人。就在不远处的地方，有两个衣着华丽的公子哥，一个身穿白衣，另一个则穿着带有花色的衣服。 穿白衣的是城里首富张家的大公子张志林，花衣服的是张林志的表弟武文浩，南京府人士，他父亲是南京的大富商，比张家更富有。武文浩游手好闲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，这几日又来到苏州找张志林玩耍。他看到不远处围了那么多人，就觉得好奇，问张志林那是干什么的。张志林就说道：“那是花仙子在卖花，有意思。” 什么样的花仙子这么吸引人呢？张兄说来听听。”张志林说道：“一个卖花的女子名叫林艳娘，因为生得貌美如花，所以人们就给她取了个雅称叫花仙子。”吴文浩一喜说道：“走，我要看看是如何一个尤物，居然得此雅称。”二人说着就朝人群走去。张志林大声喝道：“大家都让一让！”围观的众人一看是张志林。 也都主动地让开了，二人走到林燕娘身边，武文浩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，心想这还真是一个尤物，简直比花都美，说她是花仙子也不为过。他眯起小眼睛说道：“娘子，你这些花怎么卖的？”林燕娘说道：“请问公子要哪一盆？”武文浩说道：“我都要了。”林燕娘看着他色眯眯的小眼神，知道他并不是想买花，而是想调戏她。 就不愿意再理会他，而是去招呼其他人。武文浩霸道惯了，从来没有一个女子敢这样对他不理不睬的。今日居然遇到一个不把他放在眼里的，他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觉得这林燕娘很是特别，心里是愈发喜欢。二人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后，就来到一家酒楼。他们就在楼上找了一个雅间坐下，雅间的窗子就对着林燕娘的摊位。武文浩一边喝酒，一边频繁地往外看。 武文浩说道：“这小娘子真是一个尤物，秀色可餐呀。”张志林说道：“要是表弟喜欢，那还不简单，把她抢来就是了。”武文浩却说道：“强扭的瓜不甜，我不想勉强她，我要让她自愿跟我。”他这话确实把张志林震惊住了，说道：“表弟什么时候改变策略了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！”武文浩仗着家里财大气粗。 在南京府也是横行霸道，经常欺男霸女。只要是他看上的女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抢走。如今他说出这样一番话，确实很意外。张志林说道：“莫不是表弟这次动了真情了？”武文浩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如此尤物，不动真情也是太难了。我要享受一把两情相悦的滋味。”张志林哈哈大笑道：“表弟有所不知，听说这林娇娘早就定下了亲事。” 要想让他自愿屈服于你，恐怕难呀。武文浩眼珠子一转，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绝招，让他主动找上我。”然后他就趴在张志林耳边嘀咕一番。张志林听的是目瞪口呆：“什么？居然有这种东西？太不可思议了！”话分两头，林父来到商县，找到白氏母子居住的地方，根本没有看到这母子二人的身影。林父就向邻居们打听，邻居告诉他。 说安家良因为强奸罪被关进大牢，白氏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干出这样的事，就去喊冤，后来就不知去向了。就在半个多月前，安家良无罪释放，他回来不见母亲，就出去寻找了。林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这么善良的母子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？林父在城里打听了几日，也没有打听到安家良和白氏的消息，就带着失望回家去了。 再说林燕娘这边，她每天依然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就是与花花草草打交道。这日，她来到自家的花田里除草，竟然在一片牡丹花中发现了一株奇特的花。那株花的叶子是白色的，花朵是黑色的，花型又大又美。她种了这么多年的花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花，更不知道它的名字。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，她也不知道。林燕娘是个爱花的人。 遇到这样奇特的花，他更是爱不释手，决定好好养育这株特殊的花。等父亲回来，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花。林艳娘小心翼翼地把这株黑花连根挖了出来，拿回家去栽在一个漂亮的大花盆里。就在栽种的时候，不小心一片叶子就折断了，而且流出了红色的液体，流了林艳娘一手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就有人敲门。林艳娘从门缝里往外看，就看到了来人。 正是那日在集市上遇到的武文浩，林艳娘知道他并没有安好心，就不吭声，也不开门。武文浩说道：“林娘子，你开开门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是来买花的。”林艳娘喊道：“明日到集市上买，今天没有。”武文浩说道：“我听说娘子得到一颗奇花，我也是爱花之人，准备出高价买下。娘子先让我进去看看，我不会少给你钱的。”林艳娘还要说什么？ 突然就感到浑身冒汗，心里像有百只猫爪挠的一样，他控不住自己的心神，差一点打开门。他赶紧跑到灶房，舀了一瓢凉水就浇在身上，可他还是热的难受，于是就跑到卧房，关上了门，咬紧牙关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。武文浩脸上露出一丝淫笑，就翻墙进入到院子里，又开始撬门。林燕娘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理智，她害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 就捅破窗户跑走了，来到护城河边，纵身一跃就跳了进去。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男子看到有人跳河，二话不说就跳下去救人。他拼尽全力把林艳娘拖到了岸上，两个人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。现在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，二人冻得浑身打颤。男子就把林艳娘背到不远处的一个窑洞里，又捡来很多柴点着，准备把身上的衣服烤干。 而林燕娘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她火辣辣的目光看着面前的陌生男子，说道：“救救我！”林燕娘控制不住自己，就与男子做了夫妻。事后，林燕娘非常的后悔，可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。男子也被她弄懵了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林燕娘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可能被人暗算了。那个武文浩在外面敲门买花，他的身体就不舒服了。” 他觉得就是武文浩害的他，要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男子很同情他，但不知如何安慰他。林艳娘流泪说道：“我看你也是个好人，我真是对不起你。”男子说道：“这不怪你。”男子说自己叫安家良，他是出来找自己母亲的，顺便把林家的亲事退了。如今他一贫如洗，他不想让林艳娘跟着他受苦。还没等他说完，林艳娘就大哭起来。 原来你就是安大哥，我就是林燕娘呀！安家良一听也是又惊又喜，他拉起林燕娘的手问道：“你真的是燕娘妹妹吗？”林燕娘点点头，扑在他怀里痛哭起来。安家良本是来退亲的，没想到阴差阳错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他们已经做了夫妻之事，虽然自己是被动的一方，他还是要为林燕娘负责的。林燕娘说道：“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。” 我都要嫁给你，二人就一起回家去了。回到家，林燕娘发现那株奇花不见了，桌子上放了一封信。林燕娘并不认识字，就让安家良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他一看是又惊又怕。信上说林燕娘中了合欢花,花的毒，这种毒是不能清除的，只能转移给其他人。若不转移，一年后就会毒发身亡。写信人还约他去情人林见面，说可以帮助他解毒。 林燕娘害怕极了，她更担心安家良。他们已经做了夫妻，毒素可能已经转移到她身上了。她宁愿自己去死，也不想害他。于是就瞒着安家良去了情人林。她想拿到解药给安家良解毒。她来到情人林，就见到了武文浩。她猜的没错，是武文浩害的她。原来武文浩得知合欢花的枝叶能让人意乱情迷，于是他就把花栽在了林家的花田里。 他想，林燕娘根本没有见过这种奇花，一定会很稀罕。这种花的叶片特别脆，一碰就会折断。只要枝叶接触到她的皮肤，她就会中毒。林燕娘果然就……武文豪一直暗地里跟踪林燕娘，他看见林燕娘把花带回家了，就过来敲门，想让林燕娘主动投怀送抱。谁知林燕娘却逃跑了。他没有找到人，就在他家放了一封信。武文豪说道：“你已经中了合欢花的毒。” 你身上有很多毒素，要与男子同床共枕百日以上，才能把毒素转移完。你把毒素转移到谁身上，谁就会死。林燕娘听了气愤不已，骂道：“你这个畜生！那珠花是你故意种在我家花田里的。”武文豪说道：“你做我的女人，我可以帮你解毒。”林燕娘说道：“难道你不怕死吗？宁愿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能死在娘子的石榴裙下。” 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，他说着就扑向林燕娘。就在这时，安家良就冲进林子，捡起一个木棍就朝武文浩打去。武文浩吃痛就跑出了林子。原来林燕娘出来的时候，安家良就悄悄地跟着他来了。林燕娘内疚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害你的。”安家良安慰他说道：“不要怕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”武文浩挨了安家良一棍子。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三更的时候，就带人来抓住了安家良和林艳娘。他把二人带到他刚买的一处宅子里，又命人把安家良扔到护城河里去喂鱼。孽子！就在这时，有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群人走进宅子，其中还有张志林、武文浩。看到来人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父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个孽障东西，你竟然偷走我的合欢花来害人！” 原来来人是武文浩的父亲武奎。那株合欢花是他花高价从外域买来的。他买来不是为了害人，而是为了治病恢复记忆。花买回来之后，他天天闻花香，记忆已经有所恢复了。他记起了两个人的名字，还记起自己以前的名字就叫安鹏。昨日他发现合欢花不见了，下人告诉他看见少爷拿走了，他心中就暗叫不好，因为武文浩拿走不会干什么好事。 他就急匆匆地来到苏州张家找人，张志林就带他来了，把人放了。武魁怒道：“武文浩只能让手下放人。”武魁看到安家良，觉得有些眼熟，就问他叫什么名字。安家良说道：“我叫安家良。”武魁一下子呆住了，问道：“你你认不认识白莲花？”他记起的名字一个就是安家良，另一个就是白莲花。他不知道这两个人与自己有什么关系。 白莲花就是我娘啊，你怎么认识我娘的？安家良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五魁说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安家良说道：“我五岁那年，父亲到南京帮人运货物，货船翻了，船上所有的人都淹死了，但我父亲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。母亲说父亲可能没死，如今我母亲也不知去向。我想他也许是来南京找我父亲了。我这次来就是寻找母亲的。” 他说着，已是泪如雨下。武魁听了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自己就是被武员外从江里救上来的。而且他想起了安家良和白莲花这两个名字，难道自己就是安家良的父亲？武魁问道：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父亲叫安鹏。”武魁一听，就仔细打量着安家良，越看越亲切，眼泪就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。“儿啊，是爹爹不好。” 是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呀！十几年前，是南京府的武员外把他从江里救了出来，因为船翻的时候伤到了脑袋，所以就失忆了，也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武员外没有儿子，就把他收为义子，留在了武家，取名武魁。武魁就与一个大家闺秀李氏成亲了，李氏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武文浩。因为武员外太宠爱这个孙子。 因此，他就成了一个好吃懒做、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。武魁一直很担心原来的家人，但他想不起自己的真实身份是谁，心中就十分苦恼。武员外和李氏就劝他不要想太多，他知道他们是怕失去他，他也不忍伤他们的心。如今武员外和李氏都离世了，他就愈发想找回自己年轻时的记忆。武魁听说外语有一种合欢花，只要每日闻花香，就可以找回记忆。 他就花高价托人买回来一株，他每天都闻，就慢慢记起了自己的名字和另外两个人的名字。他也怀疑过安家良和白莲花就是他以前的家人，如今居然得到了证实。众人听了武魁的话，下巴都惊掉了一地。原来安家良是武魁的儿子，也是武文浩同父异母的亲哥哥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父子相认之后，武魁就派人去外域买回了解药。 帮助安家良和林燕娘解了毒，武文浩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就给父亲留下一封信走了，说是出去散心。武魁知道他在家待不住，就由他去了。再说林父没有找到白氏母子，就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。他得知安家良俩天前就来了，并且与女儿做了夫妻，也是惊喜不已。武魁认了自己的儿子，如今林父也回来了。 他就为安家良和林艳娘举办了隆重的成亲仪式。小夫妻洞房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一个蒙面人闯进屋里，拿出尖刀就刺向安家良。安家良被刺伤，不过蒙面人也被抓住了。蒙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出去散心的武文浩。其实他出去散心是假，而是藏在一个客栈里。他想到父亲对安家良的关爱，想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与安家良同床共枕。 就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于是就在洞房夜来杀人。五魁看见是自己的儿子，也是痛心不已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也不忍心惩罚他，但为了让他学好，就把他送到了县衙，根据犯罪情节判处了三年牢狱之灾。以前白氏经常说要到南京寻找丈夫，可一直没有来。安家良觉得母亲就是来南京了，五魁就在全城粘贴告示找人。 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一日，一个女乞丐晕倒在街上，武魁觉得面熟，怀疑她就是白莲花，于是就把她弄回了家。安家良一看，果然是自己的母亲。白氏醒来之后，就看见了失踪十多年的丈夫，还有坐牢的儿子。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武魁和安家良就给他说了所有的事情，一家三口抱头痛哭。三年后，武文浩被释放。经过这三年的劳教。 他已经改掉了之前的恶习，重新做人。武魁和安家良他们都接纳了他，从此之后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。